人工智能校巴车即将组建完毕。我是校巴歌德，守护小朋友是我唯一的工作。只要按下歌德徽章，我会来解决所有困难。从今天起，我会一直陪伴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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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嗝的骑士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歌德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。小朋友们早上好，歌德早上好，大家上车吧，波波，上车，上车，哇，快乐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校巴歌德安全出发，波波。我是正义勇敢的骑士豆豆，豆豆，你是这次舞台剧的主角，要好好表现哦。哎，歌德，你放心，我们的表演一定会非常非常精彩的。嘿，精彩了！哇，酷，豆豆好酷，小朋友们。今天你们的舞台剧表演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表演要加油哦，波波。走啊，桑迪老师。早上好啊，哥哥。校巴哥德安全抵达，波波。哦，到喽。哎。早上好啊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先回去了，波波。歌德你辛苦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歌德再见。小可爱们，吃东西时不要太着急，不然会打嗝哦。桑迪老师让我当主角，我要抓紧时间准备。桑迪老师，打嗝是什么？抱抱龙，打嗝就是。桑迪老师，我吃完了。哎，豆豆，桑迪老师，我先去准备了。哇，豆豆吃饭这么快，不愧是主角啊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下面是阳光森林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精彩节目《骑士斗恶龙》。小朋友们好可爱哦！到你上场了，小倩。小倩，加油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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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是阳光国王的小公主，我最喜欢在城堡的欢迎散步了。哇哦！哇哦！这是什么声音？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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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超级凶猛的抱抱龙。
美丽的小倩公主，跟我一起回去魔龙堡。啊！不要放开我，大恶龙！小倩演得真好。啦啦啦！我是阳光王国的胖熊国王。我可爱的公主去哪里了？胖熊国王，胖熊国王，小倩公主被恶龙抓走了。我心爱的小倩公主被恶龙抓走了，我需要一个勇敢的骑士，把她救出来。哇，是我们的大英雄豆豆骑士！哇，骑士来了！骑士来了！胖熊陛下，救公主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豆豆骑士，恶龙十分凶险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保卫公主是骑士永恒的使命，豆豆骑士永不退缩。永不退缩，永不退缩。豆豆好样的，一切进展顺利。这里就是恶龙住的城堡，我一定会打败恶龙，把公主带回国王身边。哇！可恶的恶龙，快把公主放了！豆豆骑士，救救我！啊呜！公主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把她带走。抱抱龙表现得真棒！抱抱龙，我是正义的。我是正义的。正义的骑士一定会，一定会。糟了，豆豆打嗝了，一定是刚才吃东西太快了。豆豆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快把气吐出来。深。豆豆，别紧张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小朋友怎么了？哎呀！不行了，为了顺利完成表演，只能呼叫歌德了。啊哈！我来了。歌德，豆豆在舞台剧场一直打嗝，表演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。明白了，校巴歌德启动任务，波波。车体颜色准备，纳米变形装置启动，校巴歌德开始变身。豆豆打嗝，紧急救援，应该选救护车。歌德变变变！医生歌德出动。歌德，豆豆一直在打嗝，表演受影响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桑迪老师，别担心，医生歌德立刻救援，噗噗。豆豆，你能不能戳准一点呢？抱抱龙，豆豆需要你的帮助。好吧，不愧是正义勇敢的豆豆骑士，我输了。
大哥更加严重了，必须尽快治疗。嗷、哦！是谁伤害了我的龙宝宝？啊，歌德！啊！歌德，没错，我就是魔龙堡的真正主人，嘿，恶龙爸爸。嗷、哦！恶龙爸爸。爸爸，是豆豆骑士打败了你的龙宝宝。竟然敢欺负我的龙宝宝！接招吧，豆豆骑士，火焰喷射！不不不！豆豆，快接住！这是治疗打嗝的射线，治疗。射线。豆豆，豆豆，哥哥是来帮你治疗打嗝的。啊！我懂了。可恶的骑士，再来火焰喷射！来吧！啊！加油啊，豆豆骑士！坚持住！智能分析仪扫描豆豆，豆豆打嗝，治疗完毕。啊！啊！豆豆骑士，快站起来，打败恶龙！骑士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可怜的公主，以后你就留在魔龙堡吧，波波。啊，不，豆豆骑士，快站起来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打败恶龙！放开公主！放开公主！打恶龙！哈哈哈哈！豆豆骑士，不要再反抗了，不不，正义的骑士是不会被邪恶打倒的，看我的！正义之剑，自我力量，打败恶龙！哇啊！这不可能！耶！咦？太精彩了！真的是太精彩了！太精彩了！刚才大家的表演太精彩了，特别是豆豆，真的像骑士一样一往无前呢。那当然，我是正义勇敢的骑士豆豆。那正义的豆豆骑士，下次吃东西可不能狼吞虎咽喽。知道了，歌德。嘿嘿，亲爱的小朋友，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太着急，否则会引起打嗝哦。桑迪老师，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对付打嗝呢？深呼吸，调节肺部空气，多喝水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打嗝。明白了，应对打嗝有方法，调节状态不慌张。波波，今天时间又到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热血清爽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五味全爽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哥的快出现，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候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